这首歌是不是有走进山林里面？除了拍 MV 之外，录音也有吗？录音没有，但是我们写歌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自己骑车上山。我们的第一站是看着一个瀑布，然后两个在那边唱，在那边乱唱，他就在那边打鼓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弹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后来还找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山下的一个怎么讲？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路口、然后我们就在那边。不算扎营啦，就把东西放下来，然后开始写歌，然后还看到一大群猕猴这样跑过去这样子，然后但是还是写不出来。